Hello everybody, I'm Dave the Duck. 今天要教大家六个发音，让你秒变英国腔，吓歪你的同事。第一个变成英国腔的发音呢，很重要的字就是 A 这个字。很多人会觉得 A 这个英国腔的发音就是把 A 发成像 R， 但其实是没有那么完整的。因为英国腔里面也是有蝴蝶音，我有做过一个关于英国腔 A 这个字要怎么发音的影片，有兴趣的也可以点去看看哦。英国腔的蝴蝶音没有像美国腔发的这么后面，它发的比较前面一点，像是 A A。 有 A 这个发音的字呢，例如说像是 Apple Man Fantastic。 有例句的话就是 Fantastic，That man is selling apples. A 的另外一种发音呢，就是长音的 R， 像是 can't, dance, answer， 还有 bath。例句就是 You can't have a bath every day. 第二个秒变英国腔的字呢，就是 H。那有时候英国人会把 H 这个音不发音。比较夸张的例子呢，像是医院这个字，它就会念成 hospital。但是如果每次都把 h 这个字不发音的话呢，又变得好像太多了。所以通常它如果前面是子音的话，它会做连音，它就会把 h 这个字做不发音。像是如果像是 house 房子这个字，它放在句子里面做连音的话，就会变成I've just bought an house， 或者是看着他 ，look at her。第三个秒变英国腔的音呢，就是 O。O 这个字呢的第一种发音方式就是把美国腔的 R 变成 O。例如说像是 body、product、stop。例句就是 I love the products from the body shop。O 的另外一种发音呢，就是发成像双母音。美国人比较会发成像是 O 的音，但是英国腔的发音会变成像是 A 跟 U 的联合在一起的音，双母音 O A U O O。 那有的字有很多啊，像是 So Go Home Phone。 例句就是 It's time to go home。 第四个呢，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R 这个字的发音。R 这个字的发音呢，有两个秒变英国腔的重点。第一个就是，它如果放在字尾或是字中的话，它不做卷舌音。例如说，像是鸟，它就会发成 bird； 中心它发成 center， 或者是电影院、戏院，它发成 theatre。其他字当然还包含 work、world、car。第二个想要变英国腔的呢，就是它会字尾如果是有 R 的，它还会做一件事情叫做 monophone， 意思就是说，像是美国人讲 sure 的这个字，它不会让它字尾变成轻音的 sure sound， 它不会变成 sure， 它会变成一个单音的长音，变成 sure。还有很多其他例子，像是 pull、tall、more、door。那例句啦。There will be a new theater in the city center. 还有另外一个 I'm pretty sure that tall guy is really poor. 第五个想要秒变英国腔发音就是 T。 T 这个音呢，除了它会发成 true T 的音之外，英国腔的 T 会有一点 T 的声音，所以它是发 T T T。 所以像是 City Important Pretty T，它就是发有点嘶嘶嘶的音哦，或者是它有时候会做 glottal stop， glottal stop， 就是它不发 T 这个音。例如说 important， beautiful， pretty， 它就是有一种中间的那个音，它要把声音卡在这里，它又是一个音，可是它又没有发出声音，所以可以用来做练习，久了之后你就会习惯哦。接下来就是例句啦。 It's really import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Scottish. 第六个就是 U 这个字的发音。
you 这个字呢，当如果放在 d 或是 t 的后面的时候，英国人是会做连音的。它的连音呢，例如说，如果是 t u， 它就会发成 c h 的音；如果是 d u， 它就会发成 j 的音。例如说 Tuesday、YouTube、Duke、During。例句就是 It's Tuesday, isn't it？ 以上的六个发音呢，你如果可以练习好的话，你就可以秒变英国腔，吓歪你的同事和同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下订阅，并且把它分享出去。我之后也会每周上传影片，讲一些跟英国腔有关的事情，或是跟英国文化有关的事情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